三万超跑撞飞轮胎，维修恐上百万。一群环台旅游的超跑俱乐部车队，昨天在台东太麻里，一辆价值1200多万元的 Austin Martin 疑因过弯超车不慎，对向国产车发生擦撞。超跑的左前轮喷飞，国产车则是车门凹陷，所幸双方都没有大碍，但超跑的维修费恐要上百万。详细事故原因仍有待警方调查。突发中心，台东报道。